别难过了，为我难过不值得。我这个人脾气差，爱骂人，不浪漫，也没有时间陪你。这些都算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花心。别人一喊我去相亲，我没忍住就去了。我这样的人。 你又何必挂念着呢？而且，难道你的人生除了恋爱，就没有别的可认真的了吗？ 而且，是很麻烦的事儿，啊，对对对对，说 ，Demo 他老妈都来好几次了，听说你明天会回来，说你大早要守着你，死活都不走，对吧？啊，而且他还说不出来是龟儿子，说什么你？你怎么回的？我说我们老大像凶我们的老虎，怎么可能是？ 吃乌龟呢？不是，老大，还有啊，那个 demo， 他一天担心死了，守在你房里呢，说等你回去求你帮他。老大，好了，别哭了啊，都哭了一整天了啊。哎呦，老大来了，别哭了啊。 别骂他，都哭了一天了，小孩子嘛，多安慰安慰他，好。有什么好哭的？是个男人吗你？我都这么可怜了，你还骂我，老大？ 今天可怜的人比你多了，也没见谁哭得像你这么惨。还有谁比我惨？一大龄男青年，耗了小半辈子，好不容易复出了，因为成绩不好，被逼宣布退役。你说惨不惨？嗯，还有吗？ 有什么好哭的，老大？我压力是真的大，我排名一直上不去，怕拖累战队后腿。我妈妈还离婚，我妈还不支持我。今天她人都来了，说是死活要把我带回去。
还有他说待在这里没有前途。他知道你明天回来，肯定闹翻天。扛不住了。也没有。没扛下，那你就给我扛着，听见没？嗯。阿姨，您喝水。阿姨好，阿姨好。阿姨，我和戴峰是一个队的，是副队长。我也是，戴峰平时都叫我哥。快快快，说。哦，阿姨，戴峰啊，常提起你，特别想家。对，戴峰是我们队年纪最小的，一提起您的眼泪汪汪的。那个阿姨，您可能对我们这个职业，对我们俱乐部有很深的误解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当然有误解也很正常啊，我们这行经常被人误解。嗯，你们两个大学毕业了吗？毕业了。阿姨，我是985的，他比我还牛，他名校的。嗯，所以啊，你们两个有资格挥霍，有资本玩。那戴峰就不一样了，他是职高毕业，再不抓紧工作积累经验，这以后更没出息了。阿姨，您可能有一点钻牛角尖了。那个戴峰他不是在玩，对，我们都是职业的，我们都是正经人啊。只不过就是小众了一点而已。不过就跟您看到那些比如像游泳啊、跳水运动员一样的，要日常训练、参加比赛的。对，阿姨，而且赢了比赛有奖金的。对啊，每月都发工资的。我问您，这种日子能有几年？能到30岁吗？不是。这个职业是我们的梦想，对吧？那你们以后靠梦想活着，啊？都可以啊，比如说去网络公司，或者软件开发什么的。啊，你们公司20几个孩子，全都能去网络公司，全能做软件开发，全都能有退路。我看那只是一少部分，骗我！令堂有舌战群儒的能力，攻击力太高了，我们毫无招架之力。当老大吧。小韩。小韩，戴妈妈又来了，她等了好一会儿。你还是不舒服吗？来，起来。来，喝点糖水，醒醒酒。要我请她先回去吗？阿姨，帮我准备西装。好。